会了，啊，应该是这边是，那我们啊，来讲授啊，陈教授，还有刘教授哈，啊，以及我们李教授的李啊讲授，李团主，啊，我们啊，以上啊，我们这样子过来哈，啊，我们的领任啊，我们的局长。以及我们同事大的啊，大家午安了啊！午安，午安。关于镇长帮我带着我什么公民利益啊？啊，你们就在分组啊，在讲说你看你报告，你找人都做不到的话，感觉到公民的是你北京腔的哈，两厅的哈，然后我们的北京话哈。我想听台湾听嘛，听无？有。然后袂跳声嘛吼，台湾听无？啊，今日嘛非常的认真，啊，咱迄个啊，魏教授啊，对咱能以后吼啊到场啊，这是我们正常的教育，一心哪里都贡献，哦。